记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小米手环三从8月28日正式进军台湾开卖。官方统计截至9月11日，短短13天出货超过5万条，刷新小米手环系列在台的销售记录。小米表示，小米手环三仅13天便打破记录，比起小米手环二花了20天才达到，几乎快了一倍。业者归功于备货充足是此次的热卖主因。此外，不计算小米手环三，前二代在台销售近三年七个月以来，截至2018年6月底，累计销量超过166万条。小米手环三最大特色是升级 5ATM 防水，等于防水深50公尺，游泳、冲浪都能佩戴。增大至 0.78 寸 LED 触控荧幕，一次能最多显示24个中文字，包括 LINE、WhatsApp 等讯息，都能直接显示在荧幕上。售价跟上一代同样是865元。小米手环三升级防水深50公尺，游泳、冲浪都能佩戴。小米提供，小米手环三在台开卖13天。出货超过5万条。小米提供。